性病防治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之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承担了该项目的重要职责。在第九届中国慢病管理大会慢病管理三一联动论坛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司农村卫生处副处长胡同宇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慢性病防治能力为主题，做了详细的报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司农村卫生处处长胡同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主要有三个职责：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承担公共卫生服务，承担县级部门委托的卫生管理职能。2017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的构成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占比 94.56%， 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 68% 的是村卫生室， 4% 是乡镇卫生院，床位数构成方面占了 77%， 基层医疗机构占了 19%， 人才队伍构成方面60% 的集中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有 33%。 2017年全科医生培训注册情况，社区中心和卫生院合计194833人，占全科医生 253,000人的3/4。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具有多种特点，覆盖点多面广，本身提供基本的服务，包括基本的医疗服务、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还有中国特色的中医医疗服务等。在服务的过程中，遵循防治结合这么一个理念，还有坚持中西医并重，提供的服务使用基本药物，采用基本技术，所以价格也是比较便宜的。由此可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开展慢性病防治的一个主战场，问题和挑战。当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发展不充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基层留不住人现象日益突出。原因：待遇低，职业发展空间小，发展不平衡，基层卫生发展速度落后城市大发展速，差距在拉大。原因：马太效应，缺乏医保引导。随着居民服务需求日益多样化、高质量化，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与居民需求矛盾日益突出。下一步工作重点：一、首先要明确发展是第一要务。我们的思路就是要突出以基层为重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发展引领，目标是让群众受益。这就需要提升服务能力，激发活力。二、深化改革，增强活力。一、落实财政补偿，基本建设、设备购置、工位经费、人员经费与运行补助，鼓励建立地区津贴，如上海浦东、安徽金寨、贵州开阳，完善收支管理方式。二、完善人事制度，创新编制管理，保人主体地位，公开招聘，用人自主权，全面聘用，岗位管理。三、完善分配制度，结余分配，绩效考核，贯彻落实三部门关于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工资政策保障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的通知。三、多措并举，提升能力。一、机构建设，加大投入，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和服务环境，优化居民体验。二、设备配备，强化检验检查能力，加强设备配置，为医疗服务开展配备必要的设施设备。三、信息化水平，推进远程医疗，有条件的建立影像、心电、检验、消毒供应中心，加强对运行和服务的监测评价，鼓励利用临床指南等辅助诊断技术。四、队伍建设，订单定向培养，特岗计划，在岗人员培训线上加线下，骨干人才待遇。五、特色科室，以科室带动机构发展，如中医、儿科、妇科、康复、口腔。六、整合资源，医疗服务共同体、医疗联合体。七、提升门诊医疗服务能力，明确本地常见病、多发病主要病种，针对性提升门诊疾病咨询、诊断与能力，以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冠心病、脑卒中康复期、晚期肿瘤、
慢性肾功能衰竭等诊断明确的慢病患者为重点，提高综合管理服务能力，加强社科医学建设，发展康复、口腔、妇科、儿科、精神心理卫生等专业科室，鼓励开设慢性病联合门诊，鼓励开展特色科室建设，提高慢病诊疗能力，提升基层利用率。四、明确标准，实话举措。今年我们已经启动优质服务基层型活动，并且研究制定了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标准，让乡村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按照这个标准自评自荐，达到推荐标准。由于基层差异大，因此能力标准也不能一刀切，标准的关键是服务范围、数量、质量、病种。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